down the media. Can't give me time, son. Going to block the idiot's IQ. I'ma be a billionaire. Kinda knows I'm bosses. Never know what I mean. Fuck you, DC. Put some damn times. Punchlines. Just a young Jackie Chan rhymes. The loser song dies. Hit the wood up, K-Town. By the wood, let's have the pin out. Everybody, everybody, yeah. Make up the bands on booty, yo. I put it work, care, bar knows. So twerk that booty, girl. Yeah, we got bands, booty. We got bands, booty. We got bands, booty. We got bands, booty. Make a bands, booty. We go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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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nds, booty. Make a bands, booty. Hello. Hey, yeah. 99 cent, what a 10. Damn, chain the moves, I represent. Just so it's going, so I won't again. They hate God's shame. God, no, we need a lie. I'm feeling myself. Go tell that's y'all, huh? Being real, turning down that chain, who's shame? Chain, eat, get it, eat, chain, Five, chain, chain, this is what I need. Moves out, this is how I keep it made, dude. Now I'm worried about nothing that I can't do. He's out your door.你知道哦 ，Levi 先跟你介绍一下 ，Levi 是世界上第一个原创丹宁品牌。你知道吗？史上哦，第一件丹宁裤就是出自于 Levi。阿妹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这个原创精神啊，甚至是影响了全世界。但是尔轩，因为你本身歌手嘛，而且又很喜欢饶舌。那有没有是你本身有关，是你自己在创作上面的故事，跟 Levi's 的原创精神很有关系的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，可是我的原创精神应该是，疗伤吧。哦，有，我觉得看到下面比较你刚一走出来，全部人那个女生啊、男生啊，全部原本就是这样子哦，就想说哦，这个主持人就被冬暖顾，然后一出来就是。每个人都笑超开，开到这边。好，你说你是疗伤型。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念大学，然后我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很不快乐，因为我没有朋友，我交不到朋友。怎么会？你朋友很多。哦，是，对啊，谢谢。成年后才交到朋友。啊，那你在美国的时候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我就，对，就是因为我都没有时间。就我太多时间，因为我没有朋友可以 hang out， 所以我就自己买了那个录音界面，然后在家录歌，然后自己就是写，就当初玩音乐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写自己留学生的故事啊，然后我就把它 po 到 YouTube 上面，然后我其实只是想要疗伤自己，就是叫自己加油一点，可是我发现留言就是有其他的留学生，然后听到我的故事，他们觉得哦有共鸣，所以那是对我来说很意外的收获，可是也是最珍贵的。哦，等于是说你也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之中勇于找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在过程中找到自己。有，而且你最近动态，我觉得会一句话超感动。你说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足够的自我认同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你在哪都会是快乐的。在哪都会是快乐的，来点尖叫声！哎，看老板真的很捧场哎，真的很棒啊！真的，不然你现在试一下尖叫声。哦，我要试我的尖叫声啊！哦，他们的也是可以啦，然后也是可以。啊！因为我有点感冒，所以我烧一下。有点感冒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啦好啦，来，我觉得你今天呢、啊，在这一套你身上，哎，大家觉得他今天穿帅不帅？很帅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跟你自己平常的穿搭啊，和我们 Levi's 的这样勇于创作、追求自我的精神也有关系？都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穿搭，对不对？就我平常穿就很低调，因为我不会穿搭。
就是我不是一个会打扮自己的人。那很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这样永远不会烧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烧焦。因为如果有些人烧焦啊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哇，你超会打，超会打。烧焦什么意思？我不懂台语啊，台语什么？抱歉。超会打。啊，对。超会打。超会打。哦，超会打。耶耶耶！哎，那你知道吗？你们饶舌歌手不能去水果摊说你要买哪种水果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知道不能买什么？等一下，先不要跟他说。你们知道哪一种？不能买哪种水果？芭乐，因为买不到哪一种。哦，不是芭乐，葡萄。哦，葡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葡萄柚，然后都会买到葡萄柚。哦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跟他说，你刚刚有分享哦。今天我觉得他穿的这一件裤子是 LEG 的 cargo 裤子。好，大家如果觉得我觉得今天的穿搭很帅的话，可以来跟那个店员啊，去到店面的时候就可以跟店员说 LEG cargo 的裤子，然后跟我轩穿一样。请问你在逛什么？我其实蛮想穿这件外套的。哦，这个是不是？还是你现在直接要穿起来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OK， 我穿看。好，试一下，好，直接在这边。啊，你们今天全部都是他一日女友，因为你们陪他逛街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要帮出意见，然后说这样子帅不帅？好，你等他转过来穿好，转过来，你们要跟他说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请转身。哦，很棒哎。很棒，哎，所以我蛮演的，所以我想穿有外套。哦，可以，而且我听说你在筹备新专辑了，对吗？对。哦，什么时候出来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？我希望可以在明年的前半年。明年的前半年，也就是明年的上半年，也就是六月之前。对，希望。啊，希望。我都只能讲预计，因为我每次都说，哦，我一旦那时候发，我就被我经纪人骂。我说你不能去答应人家，所以要说预计。对对对，先跟他说一个大概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新专辑大概是走什么样的风格跟方向？其实前面可能大概会有三首歌会在讲我成名后的心情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为了这个听很久了，然后我真的拿到之后，就前阵子真的很不快乐，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所以。会比较内心深处一点的东西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也、差不多。对啊。好，那在你要唱下一首歌之前，我先唱嘛。也可以看你，你如果觉得冷，你就穿着，好吧？先穿着。好，先穿着。那先给你一个小任务，来先看一下前面。你这样就穿的这么，就是很会搭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前面。对，你现在要五连拍，时尚五连拍哦，好不好？超时尚。来看一下前面这中间哦，好，预备，五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耶！好，哎，大家记得这些照片、影片要记得 tag Levi's 的官方 IG 账号，好不好 ？Levi's， 然后斜线就底线台湾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我选你要带什么歌？最后一次。好了，可以听到现场，然后再次尖叫声给高晓轩。大家会唱吗？你摇头吗？刚刚我说大家会唱吗？没关系。Yeah, no. 所以我开始想到底怎么做，那些光那些伤不是我的错，你说的天马行空，我倒在那平行都看着你要怎么写我们的路过。 I hope that we were on the same page， 单纯的爱情 we were on the same thing， 曾经那么坚定，如果能够回到过去 I would about nothing but， 你说的我的童年，你说的我的心，我说过我的痛，但是你却都不听。I'm the same， 我表情都跟陷阱三个年有几天。说你相信我，但你不是真的信我。你要我相信你，但却都是你在骗我。God， 是我没有发现，我藏在心底说不出的再见。再说一次 ，The one last time， 就说你还爱着我，放在心底。Go。
close my eyes. 最后一次的我们来上演，我会好好的记着你，我闭上眼睛。我受够那些谎，我受够那些 lies， 我受够那些好，我受够那些坏，受够这个梦，看我受够这个爱，我受够结局会让败局上不论成败，我受够每天重复在打比赛，我就不想赢得他。如果别在不懂爱的年纪爱最深，如果能放下，能忘掉，能不怕，如果能够没了，但我没有办法赢得。但是自己看见脸上不行啊，那都是那都无言的看在一起啊，那视线模糊不清，像背叛无期徒刑。I'm the innocent, give me freedom. 说到底不想承认是你布的局，还是不承认我出的局，都想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偏偏我依旧忘不了你的裙摆。再说一次。With my water, man. Oh, thank you. Oh, 上面的朋友大家好。原来这么多人哦，因为这边有灯，我看不太到上面。你们好。对，我真的有点烧香，对不起各位。我下一首歌是 Why You Gonna Lie。没关系，我不用问你。可我需要你的声音，嗯，让大家把声音借给我。哎 ，Yeah， 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，能说很多遍。跟随着时间慢慢老去，你会懂很多遍。有时候想成为你，用你双眼来看这个世界，就能把你锁在时间，因为你是我的世界。有时我想念 all night， 跟你慢慢来看见我的结局。Yeah， 我以为我们不会。年轻的约定怎么已经变老 yeah， 我怎么瞬间离开 paradise， 连输了一面别的会从天上飘下来，你过去占了你的未来，跟我聊得来，希望能比你 care my girl， 那些跳的未来是我的毛病，是我放不下你，才害怕失去，才把错握得更紧，下一个无能为力会更无能为力，是不是循环我们终究无能为力 yeah， 一直到你的爱现动态可以吗？哎，等我一下。
那我从这边到这边到这边哦，哎，对对我 ，Let's go man。哎，我第一次这样拍有点尴尬，对不起。先存。我在存，我手有点粗。他跑很久哎、欸。啊，有了，哎、欸。那接下来，嗨，我，嗨，哦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我接下来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要唱我最后一首歌，我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。所以我想要让大概那个楼层的人可以听到 Without You 的声音，大概吧。哎 ，Drop that shit！ 一起唱吗？大家一起唱吗？我有点热了，有点脱不掉了，算了。谁见过？你说谁？来换许贺中华饮料饮品，或者是你在
现场有拍照打卡，就可以来换限量的布章，或者是你只要带你买的任何一件衣服或者裤子，就可以来换取客制化的这个缝纫，来体验一下缝制的这个。